喜欢肥的，啊你哦，得爱坐啊好啊。你袂顺便滑梯嘞？哎、欸，这较巧的，对。嗯，吓啊！嘿，今日去老大哥是张国乐，兄弟名叫罗彩虎，老大哥是张国乐。已经16年，我哪错？回想当初时，为了报答恩情，将我的囝儿来投我，现在为着要让伊彩好啊，过好日子。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后生，也不过我嘛是爱付出心力在伊的身躯顶。可是我现在伫咧看重病，一个囡仔真幼稚，刚好落去咱迄个花，去街路上伫咧发病，啊！你透早爬起来都无看到伊的人，站在树底等。老大哥是张国乐，小弟名叫哪彩虹。够呀够呀，恁倒搞。老大哥，嘿，你袂当嫌阮厝歹哦。袂啦，我来嫌恁厝歹，即间就是阮的草厝，好家产拢是人。真实的吼，好，要无你先外口等我，我哩要甲阿爹讲。好好，等我，等你，等你。阿爹，太好啦，阿爹。你若无加穿一领衫，天气寒寒呢。放心啦，我搁会扛一下啦。阿弟啊，我甲你讲一件好消息，我今仔日去卖花，卖完了，我安尼带你啊去食草。我认识一个人，阮两个人哦结拜做兄弟啊呢。啊，你遇到人要甲你结拜哦。是啊，伊做好未哦？啊，人伫倒位？即摆伫咧门口口，我带伊来甲你叫哈。老大哥，啊，我甲阿爹讲啊，呀，进来，进来。干爸，我的爹爹啊！干爹，干爹，你是安那干爹？你讲的就是这个哦。是啊，阿姨在家里呢。阿爹啊，老大哥，伊连闹心不闹？伊足乐观嘞，足快乐个呢。阮两个人讲话足会合，沿途伊嘛甲我讲足些代志，吼、哦，我足兴趣听个。阿弟啊，伊人足好个呢。哦，是啦，干爹。好啦好啦，一时间哦，互一个比我更加老个人。轮回无轮回啊！干爹，你轻身体康好哦。嗯，好，加彩好啊！阿弟要破病哦，可怜啊。人伫咧破病，计是讲哦，啊我初出来到恁家，看恁家哦，安尼生哦，当时啊若落雨是要安怎？无法度啊！如果若是落雨，阮内面吼，一冬天拢都出冻啊，都爱起来去生雨水啊。安尼要哪煮饭？嗯，啊有啊，啊留一半脚煮啊。哦，啊无安尼生，你送我一只鱼，我报答你人情，好无？无啦，老大哥，你误会我的意思啊！我哩要送予你，这是我花甘喜愿，你唔免多讲，一定得去回答我呢。我唔是回答你，我是看你足古锥的，我想要予你。真的？我予你三个心愿啊！你敢相信？老大哥，我变魔术。你是魔术师哦？嗯，真实的哦，的看袂出来嘞。所以你要我三个愿望？对，安尼哦，好啊。啊，你头先要爱啥？嗯，我想看卖呀嘞。我想讲吼，这间厝安尼空空洁洁，有当时啊冷风吹来，拢出寒冷的，阿爹身体袂康健，要无安尼先，我买一间厝，普通的厝。你要套钱啊，大楼的？大楼？大楼啊。
老，大老拖生的像种安尼无？阮两个爸仔仔尔，住喺遐伤大间啊，唔免。一般就好啊啦吼。是啊，一大一大好。安尼好。恁两人目睭放开开。阿弟啊，老大哥也要变毛顺嘞，目睭开开。阿母，不能听再扩张。看完全头头天金，一、两、三。
如果伊若是你的亲生囝，你破病到安尼生，伊甲你拜，你是不是可能反应？是不是跟我同款？如果你若是跟我同款的状况，那你就是伊亲生老爸。你说得好，大不拜小，小不拜下，伊的身份地位一定非凡，一定不是你的亲生，对不？乖啦